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奇德，今天是一分钟奇德讲健身的第23集，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如何可以快速破你的 PR。相信大家都曾经有经验过，当你在测 PR 的时候，如果旁边有人在观看，有人在帮你喊加油的时候，这时候就会觉得力量充沛无限。那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在2011年，美国 Stanford 大学发表了一篇研究，他们分别使用了24个大学的男性以及24个大学的女性进行腿推以及卧推的最大肌力测试。在测试过程当中，男性受试者会分别受到男性以及女性的观察，而在女性分别会受到男性与女性的观察。那结果如何呢？在男性受测者测试过程当中，如果有异性，也就是女性在旁边观察，比起同性，也就是男性所获得的最大的肌力，不管是在卧推或在腿推，都显著增加了很多。而这个结果也发生在女性受测者的测试过程当中，如果有异性去观察的话，虽然说结果没有这么的显著，虽然它是一篇完整的原创性研究，但是它的外推性还是有些限制，比如说受试者跟观察者之间的关系无法确认，以及这实验使用的是大学学生的受试者，对于其他年龄层的效度就还有待确认，再加上受试者的技术也可能会影响这个结果。不过你下次可以试看看，但如果你想要破 PR 的时候，你可以找一群相对应你性向的人在旁边观察，可能会有些帮助哦。那么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咯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如果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可以帮我按赞分享。如果喜欢我频道的内容，可以帮我按个订阅。不要忘记每个礼拜二、礼拜五的早上10:45，一分钟奇德讲健身。我是奇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